真相。花静香，你中了焚心意，如若动情，皆会五内俱焚，活活痛死。你怎么样？看着自己的情郎为自己着急担忧，却只能无动于衷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小仙鹤，你怎么能对你师姐用如此歹毒的招数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也中了焚心印，但是我已无情可动。交出解药，唐某可以立刻自绝于此。宗策，焚心印无药可解。静香，也罢，死则死矣。静香，宗策，你愿为我看淡生死，我也愿意为你回归平淡。静香，静香。没想到吧，师妹，其实化解焚心印并不难，你竟然愿意为了他自废武功。没了师门，也没了功夫，再没有门派重任，也不用管什么江湖恩怨。现在的我只想做有夫君疼爱的平凡女子。